好啦，咱来介绍一下我们佛兰家运动的所在。哦，我们这个健身房这边，哦，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，哦，这边都是练下半身的机器，可以吗？不管你是什么状况，其实多少都要活动一下。好，来，那这边这些器材呢，看起来就是比较困难一些。好，这是上肢的训练。好，这台的话就是背部的训练，主要是做拉的动作这样子。对，那当然啦，对对对，拉背的部分。那当然，大家都有去过公园嘛？公园其实会是。那那边电源我还没有开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，小心一点。好，你看，像一般的话，它一开始起始的时候，它速度会非常慢，哦，会非常慢。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在外面走走路、散散步，它比较爱漂亮啊，没有办法。女生吧。啊，那就是你下一个，谢谢，下一个做什么？拿手不要了，对，替你协助一下，谢谢。那这个坐这里。好，两个。能够做三下好不？三下哦，搁三下，好来。好酸哈。哦，来，两，二，来，三。好，来，腰捆哦，腰捆。我来收紧，今日收松咧，大家落来较慢。啊，好，我们待会我们会先做热身哦。然后我先跟各位讲一下，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有运动的习惯，那有的人可能是爬爬山、散步、跑步、游泳，可能都有。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热身的时候呢，我会想说，哎，我要先伸展拉筋哦。但通常是这样子，肌肉在冷的情况下，它还没有动起来之前，它其实伸展不太开。那这样子拉筋呢，其实对运动来讲，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哦。我们建议你会做一些比较动态一点点的动作，让肌肉正常活动，它其实活动度就会提高哦。所以我们会一开始像游，尤其以前我们去游泳的时候，泳池可能就一直在那边拉它，冷的时候就拉它，可以吗？那我们需要的是可以慢慢的动态热身起来。所以待会我们的热身动作，我们第一个热身动作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做高抬膝的动作。什么叫高抬膝？你把手放在大概肚脐眼的位置，好，大概这附近哦。好，我会把膝盖抬起来碰到它，然后放下，然后再换一只脚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我们活动一下，然后我们待会怎么做？左手碰右边的膝盖，右手碰左边的膝盖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我们手脚要搭配一下哦。待会我们先做右手左脚，好，右手左脚，来，先把右手举起来，好，来准备哦，好，来一碰，来二。碰，来三，碰，哎，四，碰它，好，把膝盖拿起来，来五，膝盖拿起来，来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好，我们律动一下，我们先抬起我们的右手，好，我们往前摸你们的脚尖哦，来哦，一，哎，来二，好，来三，来四。OK， 来五，脚有伸直就好。来六，来七，哦，这对你的柔软度。八也是一种考验哦。来九，来十，好，我们待会做的时候有一点点难度，我们把我们的手抬起来，哦，两手都帮我抬起来。好，我们待会是这样子，我喊一的时候我们就坐下去，一碰到它就站起来。好，来二，我们就下去。来站起来，好，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膝盖啊，膝盖不要夹起来啊。好，来三，哎，这一段，还给我站起来。哎，来四，对，轻轻的坐下去。对，就上来碰它就好。来五，好，坐下去哦，坐下去，碰它，然后就上来，可以吗？来六，好，我们尽可能让角度可以深一点点。对，来上，很好。来七。好，手要伸直哦，手要伸直哦，来伸，哎，来八，哦，我们还是要增加一点难度，我们在手上比自己几岁这样子，来十，
来上，很好。来，然后待会我们往后退一步，好，往后退一步，然后把你的左脚往前伸，踩住那个椅子的后方，踩住它，要踩着。来，哎，那那样就太远了，那样就太远了。来，我们左脚踩住椅子，好，左脚踩椅子。来，后面的脚尖垫高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手就可以扶着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吗？来看看我的动作哦。哦，我们这样子，然后扶好哦，然后慢慢蹲下去，然后站起来哦，这样子对膝盖来讲压力会比较低，可以吗？把脚要踩稳了，不会了吗？后面的脚尖踮起来，慢慢蹲不下去哦。来三，好，轻轻蹲下去，对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来四，啊，不要太开啊，啊，像这个姐姐可以开一点，好，来五，好，我们轻轻，没关系，来六。好，来，哎，刚说几啊？来八，可以吗？你蹲得下去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来九，哎，可以吗？试试看啊，要站起来，来。这样可以啊，来四，来三，哎，可以吗？我们待会把自己的手撑在后面，屁股屁股后面，可以吗？我们身体打直，脚往前站一点点，然后我们稍微把自己撑起来，可以吗？我们稍微把自己撑起来，稍微抬起来，屁股要稍微离开椅子啊，不要跑到前面去，跑到前面去比较危险。手这样撑着可以吗？有人撑着，有人撑不起来吗？这样撑着就好。我们手稍微轻轻的弯。然后推上，可以吗？来二，轻轻弯，推上，可以吗？三，推上来，可以啊、哦。四，轻轻弯，用力推起来。主要是手要动吗？来，真的、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动态伸展一下，等下垮。好，我们待会整个身体去摸右边的膝盖，两只手，不好意思，用我拿着麦克风，可以吗？我摸了膝盖，好，脚站宽一点，能 issue， 哎，两只手都压在你的膝盖上，哎，两只手都压，然后我们脚尖上外八哈，两只手压在你的膝盖上啊，好，然后再下去一点，弯下去。好，然后用手把自己推起来，然后让我们换边，抓着自己的膝盖下，然后推上来，好，因为你膝盖如果会不舒服的话就是这样子。来三，好，来看我动作哦，三，我们抓着，这样子弯下去，我们另外一只脚对向的脚要尽量伸直，我现在抓左脚，右脚就是伸直的，来推起来，来四，抓着它下去，来推上来。